咱在座的大人、大姐、师兄、师姐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咱讲这个中庸啦，讲来到这个第十七章，哦，你啊，编这个十七章二十五页，哦，二十六页，嘿，你啊看，咱为他念一遍。有的人讲啊，那为他念一遍，因为哦，啊为他念一遍，啊过来吼，啊再查讲啊，这意思，祝我。顺其大孝也已，德为圣人，尊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宗庙向之，子孙报之。咱顶期拄啊讲到遮，啊，咱即马要阁续落无？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禄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寿。伊讲，若有大德行的人啦，一定吼、哦、有得到即个吼大德行的报应，吼、哦、一定得到。搁再说了讲，一定有大德行报，必定记录讲，必定得到最尊贵的地位吼、哦、作用，一定着得到最大的福禄，一定得到最高的名声。一定会得到最长的岁寿。对本文啊，咱顶期有引到这素师心得吼，这来讲。啊，咱素师心得啊，这内底吼有讲有引到讲这个颜回啊，有引到讲大德吼，咱引到讲这大德啊，一定吼有得到这个机会啦。啊，咱修真乐吼，伊所讲的是讲，伊有引到这讲《道德经》上德不得，必得到机会。这那是以行立下来讲者啊，因为姚大顺伊有大德行，所以伊来对这个天得到这个皇帝、这个、天子。啊，那以行立上来讲啊，就未通啊，因为大德行的颜回，伊在世善甲无米煮，唔过伊有修养，伊在伊的德行嘛足好咧啊，所以颜回会使讲一世人拢无做官哦。这是啥物原因？这就是讲哦。死了后，伊在上天所得的这个吼，这个德行的这个位啊，唔是在这个凡间，在这个凡间的位，所以对这个颜回啊，讲伊善吼，善到吼，会使讲吼，真善，但是呢，伊对这个道拢无提，孔子的一再吼来咧甲伊恶怒，对这个问题，咱来看这个吼，咱有注解第五页的注解，做韩熙外传。内底即个颜回，伊一句话安尼讲：孔子尚未回我，家贫其卑，吾不恃乎？对我回足以及坚足，足以思谋，故勤足以自傲，所学以辅助者，足以自乐，回不远思也。回愿贫而富，坚而贵，或请可乎？孔子曰：“善哉！回啊，夫贫而富，其知足而无欲也；坚而贵，其量而有礼也。若回者，其志乎？虽上古圣人。”学如此而已。孔子有一摆啦，对颜回安尼讲啦，讲恁家吼安善家安尼啦，啊，佫住迄个破草厝啊啦，啊是安怎啦？无爱去做官呢？因为安怎？迄当时吼，颜回吼一寡学生足侪人拢去做官，啊，就鼓励颜回去做官。啊，颜回讲我无爱。啊，孔子就讲你遮尔啊善。啊，佫住喺厝安尼破草毛鞋，你那无爱做官咧？颜回就对孔子安尼讲，讲我颜回吼，足就是三顿啊，即个煎足就是靠头糜啦，饭唔食饭，糜唔食糜。讲我吼颜回吼，虽然真善，唔过我三顿食即靠头糜，食到饱圆圆。我虽然无法度讲穿，甲人个穿个条啦、短啦，穿个窄个衫。
唔过我有梳毛，安怎？底下衫人穿啦。咱来迄落即麻衫吼，你来看迄落即啥？人迄爸母吼，若死啊，迄因囝穿迄麻衫。啊，麻衫啊，过来就是底下衫，啊，即就是麻啦，就是梳毛，就是底下衫。啊，真正有影哦。那咧讲哦，以前哦，我以前咧读书哦，我去讲哦，去讲套迄款咧。布袋啦，迄咱较早迄米啊，吼米迄尺啊，拢往布袋啊。啊，我以前吼无穿过，穿即马有这号码咧，我拢去共套迄个布袋来，咧掠雨啦，迄就是麻啦，迄粗麻。伊讲我穿底衫，穿甲烧滚滚。我甲伊讲，我虽然无迄绸缎来穿，毋过我穿迄个底衫，穿甲烧滚滚咧，吼。啊，我若用咧。这个鼓就是弹琴，我来用较早的人拢弹琴，无像即摆我看电视啊啥，较早拢会弦啊弹琴，哦，迄个产生人哦，就知影哦，这我知影。讲我吼安尼话，用的是弹琴，我就家己有法度自己来娱乐啊。我今仔日甲老师吼辅助，就是讲我今仔日甲老师学听读书啦，我吼自己吼感觉真快乐。因为我听老师的道理啊，我感觉真快乐啊。伊讲我感觉真快乐，所以我颜回吼无爱做官，吼无爱做官。我颜回吼愿意讲善，要甲当作好业，安怎？因为我愿意讲善，因为我无欠人的钱啊，我袂挨挨杂杂啊。你看有诶好业人哦，咧走三点半咧挨挨杂杂呢。伊讲我也无欠人诶钱啊，哈，我安尼规日安快乐啊，我吼袂挨挨杂杂啊。哦，伊讲，伊才讲干话，善要搁当作好业。我虽然无地位，毋过我感觉吼真高贵。因为怎，我安分守己，出门咧，大家拢嘛对我足好咧啊，吼，拢安尼啊，哦，讲感觉真高贵哦。老师啊，我安尼会用咧无？孔子听到这句话，讲真良善的颜回啊！哦，这句话就讲真良善的颜回啊！你今仔日哦善哦，要甲当作好个，你就是有知足，无贪欲。所以咱人哦，学到上重要就爱吼爱知足，唔则讲逍遥知足，啊无贪欲。但是哦，伊即摆这句话是安怎？因为颜回伊无娶某，啊你若有某嫁，人迄就袂用你咯。有某仔啦，你某仔爱甲照顾呢，啊，因为伊无某，所以吼，伊就感觉安尼会使。讲吼，我吼，所以吼，伊讲颜回，你善要甲当作好个，你就是知足无贪欲啦。吼，因为啊，伊无贪欲，伊定来干啦，伊做无为师啦。若要讲伊无钱啊，伊拢专门做无为师，甲孔子哦斗写文章啦，哦，拢安尼哦做无为师。你今仔日呢无地位哦。要甲当作真高尚，你就是哦有这个谦让哦，有礼貌，因为呐，你做官的人爱互压哦，爱互顶死压咧，啊我无啊若无做官，袂互顶死压，逍遥自在啊，哦讲真哦，都体谅要谅人，佮有礼貌，那颜回的作风，像这种的修养啊，已经达到最高啊啦，机智就是讲，那像吼颜回这种的修养。已经达到至高，虽然哦，古早的圣人的修养嘛，干那安尼尔啦。你要看孔子就甲学了，颜回还未死，孔子就讲颜回是圣人，讲古早的圣人的修养嘛是干那安尼尔啦。你就可见讲哦，这个颜回的修养足好嘞，足好。搁再来第二句哦，即马过来第二句就是啊，必得其。乐哦，咱你啊看顶期的迄个，伊即个吼，伊讲呾大德啊，即摆就是讲必得其位，啊，即摆就讲必得其乐。对这个问题，咱来看修真乐伊的解说。乐由福也，或必得其乐者，以行而下摄之，顺有大德，富有四海之内，乐以行而上摄之，即不能通矣。颜回圣人一生强法何也？处乐当知，绝孝之乐；颜回绝孝，得天之乐；理顺行理处。这里面有两个注解，咱先来看注解。注解第一：四海乐
福啊。俗话讲，这个禄嘛是福气啦，福。这个禄会使解做真侪种，嘛会使讲地位。哦，咱顶期都顶回都讲这个地位啊，哦，所以使解做禄、福、地位。注解第二俗话：强法为无主跳呀。这个强法就是厝内面哦，散家拢无钱啦，哦，拢无财产，哦。所以来引这个《论语》一句话安尼讲：祝我现在回呀、啊。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路行，人不堪其忧，回啊不改其乐。孔子安尼讲，讲真正贤惠的颜回啦。伊三顿哦，食一竹公啊饭，无碗哦，无迄个瓮碗，瓮个竹公啊做碗，或竹公哦，迄肉啊，解锯掉啊，内底安创个清气啊，内底底饭底吼，迄苦头袂食，讲食一竹。食一滴公仔饭，安怎无菜汤啊？无菜汤，就往许一浮遐的水来啉。浮遐，诶，恁会知浮遐浮后色破冰做浮遐，较早阮拢用许浮遐做咧舀水哦。所以你若无菜汤，就食就配一浮遐水啦。伊在住一个真歹的这个草厝内底，普通的人哦，挡袂牢。哦，都安尼哦，无法度忍受啦，住甲遮慢，遮歹咧。唔过颜回咧，伊无改掉伊个快乐，这就是咧讲颜回伊在世做人啦。啊，咱即卖看《受精录》内底第二段讲，讲这个禄啊，就是等于吼做福气啦。即卖讲不得其禄即句话，那以行立下实际，以行立下实际，就是后天的啦。那以后天咧来解吼，来解说哦，要大顺，因为伊有大德行啊，哦大德行，所以伊做皇帝啊，啊做皇帝呢，伊的好业哦，会使讲四海都全国，咱较早啦做皇帝哦，迄财产拢全国拢伊咧支配哦，啊即摆都无啊啦吼，所以哦有四海即个财产哦，啊那用以即个先天来解说哦，那安尼就讲袂通啦，是安怎讲袂通呢？因为颜回伊嘛是圣人呢，啊，伊呢一世人会使讲善加乱乱，就都安尼哦，食爱苦头糜呢，吼、哦，这到底是虾米原因呢？即摆讲这个福啊，就是这个禄就是福，应该就是死了死了后，这个禄就是在天顶的这个天福啦，哦，在天顶的天福。颜回伊死了后吼，伊得到这天的禄，哦，天的福气。啊，姚大顺嘛，同款啦。姚大顺伊死了后，伊嘛是去做圣人啦，伊嘛是得到这天的福气。所以咱即马就知影讲，这个吼颜回啊，会使讲足修养足好咧。啊，这个即马讲这个禄，就是指死了后这个禄，唔是指目睭前，唔是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哦，这个福气哦，一个福气是指死了后伊的福气。因为安怎颜回得？咱要讲两千多年嘛，伊即马人嘛咧个咧留恋啊，留恋就是伊死了后的地的福气。搁再来看第三段讲，必得其名。什么是必得其名？咱过来看《受精录》第三个解说，讲必得其名，名者名誉也，或必得其名者，以行立下。行理上识字，皆通顺意颜回，皆有大德。生时皆得到名誉，卒后皆得流芳也。啊，这内底有三个注解，咱来先来看注解。注解第一，书海名名誉啊，即卖即个名就是名誉。啊，啥物叫做名誉呢？咱来看注解书海。名誉，名为令名，誉为美誉，有令名，殊行美誉。先对这个令名先来注解：书海俗篇，令名好名声。令名就是真好的名声，所以书海讲名誉，这个名啊，就是有真好的名声。这个誉就是有真水的名誉。一个人若有真好的名声，
才有法度得到真水的名誉。主界第三师海刘芳为刘团人民以孝舍呀。刘芳就是讲刘团啦，这个好的名声，在这个后来的人，互人知影，一代一代一直传落去。咱即摆来看《受精录》也解说，讲名者就是有真好的名声。即摆讲必得其名，即句话，那以后天来解说，还是以先天来解说，拢会通。先来会通呢？因为腰带顺啊，甲眼会哦，伊在生拢有德行，安怎在生呢？腰带顺做皇帝啊！啊，虽然这个吼，这个眼会真善，唔过伊嘛有真好的名声啊！吼、哦，吼在生拢有得到这真好的名声。啊，死了后呢，佫该得到这个流，这个吼万世流芳啊，一代一代一直传落去。这嘛是真好的名声哦，所以你才讲吼，必得其名哦，这个。最后，咱来看这个吼，必得其修这句话的结论啦。咱即马来看这个啊，看这《受精录》伊的解说。哦，咱来看这个讲必得其修，这最后的结论，《受精录》是我必得其修者，以行立下实志。顺有大德，享受必遂，可算必得其修也。若以行理相识之，即不能通矣。颜回圣人，理有大德，年轻三十二，理卒何也？此修非人间之修。道德经云：事理不忘者修。即所谓言论之真性不忘，其修无量，而非言外之色心不死也。颜回虽短命死矣，但其真性之修，仍然存在人间不忘。顺修必遂，不离流芳万年之修也。本章所言为乐。明修四句，非体会行理相之深者，不能如此形容也。即摆受真咯讲，不得其修即句话，那以后天咧来解说啦。要大神，伊有大德分、大德行，所以吼，伊会修吼，食到一百岁才来归天。用的是算讲吼，不得其修即句话。但是啦，以先天来解说呢，啊，你就无法度通啦。先哪无法度通呢？因为颜回伊嘛是圣人啊，伊在世嘛是有大德行啊。唔过呢，伊少年呢，三十二岁就来死，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呢？即摆讲这个会修，唔是在这个世间的会修，是安怎咱《道德经》内底一句话安尼讲，讲。死理不忘者修，即句话，即摆讲哦，死了后哦，这个不忘的修，唔是咱世间的修，就是讲咱的这个本性的修。所讲的是咱讲咱内心这个真性，这真性未讲灵魂，啊未讲本性，就是讲咱的本性哦未灭亡去。这个会修会使讲无量吼。唔是讲外口这个肉身，唔是讲咱这个肉体啦，吼，唔是讲这个肉体。所以当今的人哦，道理拢唔捌，拢讲啊，要练到身体哦，这是未死哦，咱这肉体一定爱死的，食较短命、较长命尔啦，拢是爱死。干咱人，咱的本性才不生不灭。咱的本性，你若发多去做善做恶咯，永远。拢袂过再来六道轮回吼，所以讲唔是咱这肉身的无死啦。颜回虽然伊短命来死，因为三十二岁就死啊，啊，唔过伊的本性的这个慧修啊，永远拢留在咱这个世间，袂灭亡吼。但已经两千多年啦，嘛袂灭亡。所以腰带顺讲一伊的慧修食一百岁，确实讲万世流芳。几万年即个岁寿，所以咱即马本章所讲的即个地位啦，即个福气啦，
这名声啦，这岁数，这四句话，一个人你若无法度体会哦，这个先天道理、深奥的道理的人，伊是无法度安尼来形容的。所以咱即马这个修是讲，唔是咱这个肉体吼，唔是肉体的岁数，是讲咱本性的岁数吼。啊，今时间拄好，差不多剩五分，差不多拄好。即马若阁写落无法度啊。啊，最后我祝福咱这大贤大德师兄师姐身体健康，道业精进，谢谢。有台南人的心中，望到下面，担刀子不担钱，心是功德宝，身是功德的根本。